来看第二十三届全世界中华文化艺术新春奖公布的得奖名单内，其中客家文化奖就由哈奇古文化艺术团的团长李永峰得到。其中为得奖就代表古乐团吹独新速度前进，南北还会安排千多千新的演出，培养更加多客家表演人才。客家文化奖，李永峰李大师。旋律哈奇古文化艺术团十二年来，团长李荣峰当年推出客家五虎腔，提高了对客家文化的能见度。对了，拜得奖，激动谦虚，恭喜古乐团出的功劳。改到家长十二年，改到我们啊高平地区，改到个优秀的人加入，我等于个代表，代表一群努力的人吼来领亚奖。李荣峰带领的哈奇古文化艺术团当年用几百万推出新的剧作，不但将为客家表演艺术带出新的发力，未培养众多客家青年艺术家。伊人所有学习的东西，一胎呢，表现出一问天，一有痴心，也系咧客家教育成功的一面。除了关于的电影，哈奇古文化艺术团还是受邀请去澳洲参加波兰民俗艺术季的表演。李荣峰讲，下次排行计划去日本同马来西亚演出，唔但请本世界看到台湾的客家，咪使本团员看到更加多嘅国际艺术。客家新闻陈文玲高雄报道。